我说我今天不开心，因为你，我去外面去买饭，我也是一个人去，然后。那也是，我说我想休息一会儿嘛，所以就我说，而且买饭就在旁边嘛，我就想着说，走的又不远，所以我就一个人害怕是吗？还是不是我害怕，那就是我们本来来这边是去玩嘛，是两个跟人旅游对，一样，对呀、啊，应该是我本来想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在外面去吃的，更喜欢。对，昨天就是在外面吃了。对呀、啊，但是这样的，今天可能还累了嘛，就一直在休息我嘛，也休累息。呀、对呀，所以今天休一天，明天我们就继续出发呀，对不对？啊。就今天就休息，那一会儿你睡，那一会儿醒了，我没睡，所以我那一会儿又想睡觉，就这么简单，真的。别生气啊。我没有生气，然后我去了嘛，只是我感觉感觉不舒服。回来不舒服。回来看到你按手机，那我也没有，不是按手机，我在睡觉。你回来就然后叫醒我了吗？那是我去洗衣服，对，我就那个是第二次，我你去在洗一衣服间就是在宿酒店舍，嘛，这他也没洗。跑摩托车去那边去哦哦，洗对对，的。你跑那边，那酒店没有让洗哇？对呀、我啊，他靠，不晕给了。我洗，然后我带回去了。我们的衣服都2天了，我所有衣服都准备没了。那是，然后我们我聊不知天道。结婚的事，聊结婚的事，我们本来按照计划这样走了，我们就是为了努力，东西都说好了，就是现在又变化还是又什么，然后你又让我就头想多，我就感觉很累了，我不想聊天，聊那个结婚的事了，是因为什么？我每次我都要想到我家庭的态度啊，还是现在我妈妈是现在养病那边，你也知道，你也了解，我妈就除了我们，但是我爸爸还没有，你想象一下，现在我们跟他们说话，也要有我妈的，就只有我妈妈站起来说话还行啊，因为我爸爸还没完整同意嘛，所以他肯定是继续不同意。我是猜的，但是这个我猜跟证实来猜。然后如果想我妈帮我们说多东西呀、啊，你也要了解，现在他再不好，身体不好，他能帮助我们的好好说吗？他也感觉很累啊。本来他帮助我们跟我爸爸说话，他也是很累了。现在他这样，我们去那个不是很不好吗？也就是说，如果顺路的话，就去看看他们嘛。他不对，如果我们为了说话是去看望他们，看他们养病的怎么样了，然后买东西给他们做，还是帮助他们东西，那么让他们感觉都很好，他们感动。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计划是去我们家聊天那个结婚的事，我觉得这个不是聊计结婚的划。事哈，我们就是只是去看看他，我没有说去看看他就聊结婚的事。等他病好了，到时候我们回河内之后。再跟他说，知这道样吗？可以呀、啊。对呀，这次是只是单纯的去看看他，不是过去跟他聊结婚的事，知道吗？对呀，我没有说结，我就是说因为他病了，我们去看看他，没有说去了是跟他聊结婚的事啊，对不对？你想多了，一说结因为婚今天你我都们压正力，聊结婚的事嘛，你聊，然后你说什么？这个计划是跟他们说一下，还是打电话跟他说？见面都没有，然后打电话说，不是更不好嘛？对吗？后面还有机会见到的，我知道。反正今年我们多回你家回两次吧，可能就会好一点。现在我出来一下，我能更了解越南嘛，然后回你家也不怕了，对不对？也不担心，顶多回你家我们照2天回嘛，对不对？不用一天回去嘛，懂我意思吗？中间休息一晚上，然后继续走，明白吗？就是我们先到电棉府在那休息一晚，然后再从电棉府第二天再往你家赶也行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了啊。一看就是聊一聊结婚的事啊，和心里都有阴影了。不是阴影是什么？就是说心里面就害怕，有点担心嘛。那肯定当心啊，这个是大事，不是小事。等这事办好就行嘛。所以今年我们就，
我们接下来的县城路程就是往河内拐嘛。越南人啊，不是去游很正常的那个天师去请问老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他还要选天啊，哪一个天好啊？我明白，我明白，哪一个天不好啊？选多的很，我们我们是这样啊，回你家可以这样说嘛，就是玩嘛，然后等哪一天好的时候再来来提不就行了，对不对？对呀、啊。可以这样吗？嗯，所以。现在我们计划就是，回我家看望爸爸妈妈吧。嗯，对呀、啊，就说是看望嘛，或者看望你南哥呀，都是。嗯。行，那就没问题了吧？现在，那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要出发了，好吗？嗯。OK， 那么睡觉吧。哇，这里的树很漂亮，我们刚路过这里，老公外过来看，然后这里有一个狗店，看一下这个老板的家，我感觉非常干净和暖洋，看去上面看一下。他就是因为以前他是在这里做干部嘛，所以看他的家就感觉得到了，很干净，很干净。哎，这里还有 camera。哇，在这里是在后面他的家了，后面这里有那边的两个卫生间，去看一下。这边都有小门，小门后面的每个房间，哇塞，弄的房间很漂亮。那边也是一个，看这边有一个门。刚才我去那边问一下，就是那边的老板也是这边老板的叔叔，所以他们都有关系的进这里。这个地方挺好的，老公，你住这样家感觉怎么样？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很舒服的。哇，卫生间这里很干净的，很舒服。那里面放心不了啊。嗯，现在呀、啊，他不在。如果他在的话，可以跟他说一下。那边是卫生间，他陪我们看的。嗯，是。哇塞！在这里，对，是啊，上面也有家的，对，只是有点远的话。嗯，老公啊，经常是他们搞一个椅子啊、桌子这里喝茶的，是啊，然后看风景，对，很凉快嘛。你看，你看这个还在下蒙细雨，这奇怪的天气啊。下蒙细是什么？小很小的。哎，那边是他种那个红花啊。种花，对，他这里面还有一个花园嘛，哦，是。啊，这里是cái homestay mà mọi người ở chung đấy đúng không em？啊，而且我请lên xem phòng được không？请我们lên xem phòng một tí。啊，这个几个哥哥好像他们也是去旅游，然后啊，就是团队的吧，很多帅哥。
Bên trên có đang mở cửa không em? À, mở. Thế chị đi xem một tí. Để dép ở dưới à? Không, chị để dép ở dưới. Để thấy trông cái này nó sạch quá. Ui, ui phòng to thế. À, cái này cũng có phòng riêng đấy à? Vâng, có phòng riêng, nhưng mà nó không có điều hòa. À. À, chú sư thái ch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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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ơi yang đờ. Chú biên sư khai tân. Nhìn khan. Đôi, khẩn ta hồ. Chú biên sư tan tú tơ phòng chiên. Đan sư. Sư, đan sư mấy yếu wifi. Ta số. À, có wifi. Mấy mấy. Mấy yếu wifi. Ồ. Hô miệng, mấy đang khan. 是，对，对呀、啊，可以呢、全部都住过来，推，全部都推。哦，那你们推给房间呢？你来帮你有没房呢？嗯，有啊，200左右，有啊，800。对，下面写的有，啊，下面你看到了。对对，我看到了。啊，那còn nếu mà thuê như ở đây thì rẻ hơn。vâng, 100. 啊，100。对呀、啊，所以大家都认识，我们可以组团过来。啊、是，很漂亮。对，它太就感觉很舒服啊。风景特别好吧？对。今天很凉快，这里。嗯。哎，它这边写的有门禁的没有？啊，对对。哦，你都看得到，啊、我都看不到。算了。是啊。好吧，我们去转一转吧，好吧，他们来了，等他们等一下要住着上面。嗯，好的。